橘子啊，爸爸今天考你一下哦，这是什么？爸爸裤子。嗯。我拉的。嗯，这个呢？老吴。谁教的？奶奶说的呀。奶奶怎么说的呀？奶奶说看见一只拉拉裤子吃了一只毛大子，然后被老吴敲了一下。奶奶冬天是这样给孩子穿衣服的。秋衣秋裤毛线裤毛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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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背心大棉袄大棉裤。哦吼！奶奶的口水好溜啊！头的头米啊，小豆。我这个帽呀。